这组，那我们今天的聚会暂时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最后请家属答案，那请家属请起立，弟兄姊妹请起立，那请家属跟弟兄姊妹走向中间，好嘞，家属请鞠躬，好嘞，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复会，好，家属请复会，谢主，那最后我们的弟兄。火化后会放在这个奇迹的生命纪念馆的，感谢主，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在这里，谢谢弟兄姊妹们的参与，谢谢亲朋好友的道理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搭着钢铁车一同去火化场，那这个好多弟兄姊妹们及朋友们要送基督弟兄最后一程，请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前去火化场，然后家人就是搭灵车陪在基督旁边同样去火化，那我们请其实为我们有点的喜悦，那这个基督弟兄家人就觉得说就是就让基督教好好的休息，所以我们就后面没有瞻仰，没有这一块。好像，但是在基督教这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然后穿上跟主耶稣一样的样子，这个时候再见，更是好。